就不一般了。
行，才不给你倒计时呢！这么快干什么呀？都有啊，还有粉云，还有干云，还有贝壳，还有天国少女啊，哥哥，你想哪种啊？全能选手啊，都有啊。嗯，你觉得可以解开吗，哥哥？解开你也看不见呀，哥哥。紫天国没有啊，粉的，不过是最初版本的 1.0 的粉色的， 1.0 的粉色的 JSK 的那种。好几年前买的了，哥哥。明年考试你就看书啊，看什么直播啊？考完以后再看。哥哥，还有冲冲的一个飞坤就行了，哥哥。JSK 夏天到不热，但在这里聊不到一起了，我大概知道。哥哥，除非你要冲啊，你要冲冲嘛，咱可以私下聊这个。我直播间不怎么聊这个洛丽塔的。直播间只想让哥哥冲一冲。六。真无语了，家人们。冲啥？我都不好意思讲了。哇，不露脸，谢谢哥哥关注，哥哥。一个飞坤，一个飞坤，送完直接私聊我，送完直接找弹幕扣一的就行了，哥哥。多增加了一些干燥。那就多喝牛奶，哥哥，多喝酸奶，吃点冰淇淋就不干燥了。搜一下一个飞机或者一个火箭，哥哥。送人直接找我啊。哥哥。
谢 CCTV 88588哥哥送了一个大飞机，谢谢，嗯，谢谢哥哥，嗯，哥哥大气哦，哥哥，8858哥哥好爽快呀，私聊我一下哦，弹幕扣一的几个，给我发个私信。好了 ，CCTV 哥哥看一下私信啊。还有没有哥哥要冲的？你知道就好了，哥哥不喜欢可以直接冲啊，老猛了，老猛了，哥哥。穿了呀，穿了粉色的丝袜。嗯。直播间看不了啊，哥哥，直播间看不了啊。哥哥送一个就知道了，哥哥。这么早呀，才两点钟，才两点啊，哥哥。哎呀，睡得太早了。送一个就行了，哥哥，一个飞机，一个飞机就行了，哥哥，黑黑兔兔。丝袜有很多呀，有很多那种，有很多的，各种类型的都有啊，哥哥，老多了，上百条，上百条啊。
起来。不过这个菜蛮好吃的，这个菜还是蛮好吃的。看一下吧，干嘛？
可以讲，我一般穿白丝的，黑丝偶尔会穿，黑丝偶尔穿。谢谢雪碧哥哥鱼丸啊！明天高考，那你快去复习呀！你还看什么直播啊？考完再看啊，高哥。少年，你不还那么多要求，真是不着头。阿爸阿爸，这可不是我讲的，哥哥。嗯，雪碧哥哥都看不下去了。还有哥哥出一冲的，一个飞机都可以吧，哥哥，一个星机啊，哥哥加油，哥哥最棒，哥哥赶紧去复习冲呀，清华北大不是梦，祝哥哥旗开得胜。考的都会，蒙的都对，赶紧看书去了，笨蛋。考完以后再看直播好了，反正也就一天了。看直播，明天去考场，睡那地方安静。我场地五啊，不过那地方确实比我直播间安静。那哥哥，咱们就工地见了。宝贝，猴子哥哥。猴子哥哥晚上好，要不要继续啊，猴子哥哥。每天来一次。就是要冲的。
就是要冲，但老了以后怎么就冲不动了呀？是不是？没事的，哥哥，再来一次。找你去什么意思？啥意思？裤子破了，破了就再买一条呗，哥哥，不要换一条。真是我，哎呀六啊，哥哥有本事你就来呀、啊，有本事你就来呀、啊，笨蛋。嗯，不过我一般不轻易面积的，哥哥，我不轻易面积的，除非咱有缘分，除非咱那个缘分到位了。我收作案武器六啊，哥哥，六啊！我收作案武器好狠啊，哥哥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谈缘不谈钱。是啊，100086啊，哥哥，键盘没收了，键盘没收了还得了，砸不了键盘吗？晚上看不得溜了溜了，我得去读清心诀了。溜啊，哥哥，你不如飞一个嘛，飞一个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，可以完事了呀，是不是啊，哥哥？哦，嘿嘿呀，哥哥。快点嘛，哥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呀！是正常的，我靠，我是一般的妹子能比的吗，哥哥？啊，我是正常人能比的吗？
起就醒了，刚刚。真笨啊，笨蛋！你好笨啊！笨死
还要品个茶的，你不用现金就行啊，哥哥。哥哥，好不好嘛？品个茶的，一个飞机就行啊，我跟哥。好，怎么想看都没有，没有，没见过，没有呀。我怎么想课都找妈妈吧。我见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可能吃过呢？
哥哥开始打人了六啊，厉害了我的哥哥，厉害了我的好哥哥。我也很大了，你也受不了了，哥哥。嗯，我也很大，你也受不了了。直接冲啊，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冲，没有人拦着哥哥。住了，就很 nice， 决战到天亮，呵呵，来呀，哥哥，决战到天亮了。越打越兴奋，那哥哥冲吧，哥哥，哥哥冲不冲？
陈小明同学啊，今晚用右手干小时打底，利用啊哥哥，你为什么手的话也这么快呀？人家都是一小时起步，怎么半个小时就好了呀，哥哥？要持久一些，哥们冲晕过去了，确实冲晕过去了，哥哥，晕过去了。好厉害呀、啊！一小时太久了，早就没完了。出生才最多2秒8，哥哥不行，怎么说也得坚持了2分钟吧，不然一点体验都没有了，哥哥。我靠，我直播间都是秒男。可怕了吧，好可怕呀，哥哥。
送一个一个飞机试一下，对不对？笨蛋，笨蛋，快点！组团来，给你凑个两分钟。我谢谢你啊，哥哥。气球才出来就结束了。心情不好的时候直播会不会慢一样？没有，一般我直播的时候就是已经调整过心情了，一般来说是不会慢人的，除非啊是控制不住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才会慢人。又伸进兜里，我也是。10点之后就不是哥哥在想我了，就是哥哥的兄弟在想我。
山姐姐宝贝，还有虫虫的，然后虫也虫的。哥哥可以啊，把可达鸭炖了给哥哥补补。什么区别呀，你个笨蛋！Oh.
中出来的不用打，你可太凶了，你可太凶了，哥哥。牙还挺白，不白了，我的牙挺黄的，我的牙蛮黄的。考试压力特别大，睡不着。怎么傻折腾傻的折腾你呀、啊、哥哥，你要冲冲嘛哥哥，要不要冲冲、老木人可飞机都行啊，哥哥你飞一个由不得你不行你送一个由不得你不行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，三只绵羊，四只绵羊，五只绵羊，5.5只绵羊，耳机没戴更难受，耳机不戴把音量调到最高，隔壁都能听见，老大声了，哥哥。每天上一档，档档不一样，来呀，哥哥，在我这上一档啊！你肯定喜欢的。肯定喜欢的呀，哥哥。不行，可以直接飞一个。开外放真刺激，是啊，老大声了。哥哥，你没有品的茶的，一个飞机就行了，哥哥，送完直接私聊弹幕扣一了都行。
跟美国说2023哥哥送的甜蜜礼包，谢谢。嗯，这个甜蜜礼包是啥呀？抽奖吗？不好意思，哥哥甜蜜礼包，你这黑的，什么都没有吧，哥哥？什么都没有吧，哥哥？有多黑呀？不会吧，不会什么都没有吧，哥哥。可以染擦粉，对呀，哥哥，我不太黑，我挺粉的。冲呀，哥哥！美国美敦叔哥哥，2023哥哥，谢谢2023哥哥送我天成仙子，谢谢哥哥哥大亲，哥哥私聊我一下哦，2023哥哥私聊我一下，找一下弹幕扣一的这个原名邀请，找我一下，点名字点聊天，哥哥，私聊你了。到处都是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纸巾不应该是送的飞机吗？还有没有哥哥要冲冲的？
一样。包子。老经验了，老经验了。二哥，你喝完了？喝多少？我才播三个多小时哎，我才播三个多小时。有点飘，来呀哥哥，飘的话礼物点一点，笑死，直接开冲，二哥你才喝了三个半小时哎，你刚进我直播间的话，我刚开播啊，现在我才播了三个半小时，喝得好快呀，哥哥。哎呀，喝多了嘎嘎冲乱冲。给哥哥救救星，提提神。哥哥还要冲一冲啊。小野吃兔八百，难不是很正常吗？哥哥，哥哥吃的什么呀？你吃小野家喝酒那八百，那不是很正常？宵夜八百，黑字加上喝酒八百呀。
简单，吃个炒粉800。炒粉那得花多少钱才能花到800呀？得多少分才能800呀？我才不信呢。二哥怎么可能吃炒粉呢？不像是他会吃的东西啊。吃的牛鞭，今晚准备干嘛？我靠，这么厉害的，这么顶的吗？欢迎新进来的哥哥，喜欢可以关注一下，特别喜欢可以直接飞一个，哥哥，今晚准备干嘛呀，二哥？二哥今晚叫了多少个？哎呀，二哥很低调的，也就叫个七八个吧。是不是呀，二哥？我懂你的，你很低调的，也就一叫叫七八个。二哥怎么会扶墙呢？爬得出来，爬得出来都算好人。你要换成是我的话，让你你竖着喝口水了。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不去，哥哥。扶墙都算是好的，到我这儿来可就出不去了，哥哥。那肯定，我靠，我肯定刺激。哎，你们这群 LSP， 呵呵，单纯出去喝的酒啊，我懂的，肯定很单纯的。胡说八道，二哥怎么会阳痿呢？这话讲的。有没有哥哥冲一冲的？哥哥，哎呦，冲冲的！
叔肯定刚刚忙，还有哥哥洗一洗的，嗯，一个飞机就行了。说的对，嗯，那还得是二哥跟六哥哥试一试呢，嗯，还有哥哥试一试呢。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冲，不要犹豫啦，哥哥。一早了，三点多了，嗯，四点钟我就，嗯，四点钟我就下播了，嗯。枪林弹雨。还要再冲冲啊！哎，没有，哥哥没演过。嗯，欢迎新进来的哥哥。不会啊，哎，哥哥，我也是个人好吗？人都有七情六欲嘛，人有的时候是吧，也是会的，偶尔。直接冲啊，一个飞机或者一个火箭。天哪，呀，睡了人家就翻脸不认人，臭不要脸，拔屌无情，哥哥。我就是拔屌无情，嗯，咬我啊！哎，经常偶尔是吧？嗯，对，经常偶尔。哥哥，我也是专业的，我练习两年半了。你真行，咱就是长出了一个拔屌无情。啊，笑死我了！二哥，你喝多了，二哥，人家哪有睡你啊？人家才没有睡你呢。
肯定行啊，但是没有二哥那么行，还是二哥最行了。什么惨体验啊，送了哥哥，哭哭送了，嘎嘎送了，送礼物了。主打的就是一个粉啊，哥哥。赶紧的，老板，有没有老板冲冲的？是不急，可是我看哥哥挺急的。我看哥哥你挺急的。礼物到位，直接，哦哟！二哥，那他瞄的好懂啊，哥哥。要不我改个名字，改成空降吧，烧死我了，二哥，你这个名字真的不错。空空降，好名字，我操！哥哥，没有冲一冲。宝贝，有没有大宝贝啊？有没有大宝贝抽抽的？懂了，哥哥。谁跟你包夜的？人家就是一天起步的。欢迎新进来的哥哥，喜欢可以关注一下，特别喜欢可以直接飞一个哥哥。还有哥哥冲冲的一个飞胶或者一个火箭就行了。
课等，一会儿就上多了，4点钟上多了，赶个末班车车，老师了。不是姚酱啊，你才空降宝儿。二哥，我是姚酱，别记错了，不叫空降。讨厌，你坏死了，二哥。宝贝，你送一个飞机就行了。嗯，手里没炸就别放单了，哥哥，你送一个就知道了。直播间讲不了，肯定都是绝活啊，哥哥，人家亲自给你安排的。懂的，我以前给你发过的呀。哎呀，你自己打开看就知道了。你说是什么？不是你要的吗？哥哥，要不要偷吃一下？要不要吃个独食？哥哥，要不要吃个独食？尿啊！那你赶紧睡吧。品杯茶的了，一个飞机就行了。穿的是2年半的，全能选手啊，唱跳 rap 篮球都会啊，哥哥。
二哥，你到时候可别两分钟就玩死了，那个，你这话说的。时间呢？我喜欢一个小时的，我喜欢一两个小时的。锻炼身体嘛，肯定是越久越好，是不是？咱都锻炼身体了，肯定是越久越好啊。两分钟，那我该去看男科了。哎，还真的有人两分钟的。一个小时很正常啊，哥哥，你没发现那个的时间就过得真的很快的吗？真的过得很快啊，哥哥。这一个小时啊，两个小时的我都碰到过耶。哎，玩的太多了，玩的太花了。比较减肥，这不比撸铁强多了？啊，这不比撸铁强多了？我靠，第二天直接睡一天了。打扰我，看来我的时长还得训练一下子。没有，海哥其实已经很强了。什么叫男女互换呢？欢迎新进来的哥哥。火箭露脸啊，哥哥，火箭露脸。瀑布，还有没有哥哥冲到一个飞机不行啊，哥哥，一个飞机啊，宝贝，一个飞机。
层，这还有吗？我喝不喝酒都一样持久啊，哥。都是一样的，还有个冲一冲的一个飞坤就行啊，哥哥，有没有冲冲的大宝贝？十都可以，太短了，太短了。哥哥冲的，你的飞机就行了，哥哥。哎呦，冲冲的，马上下锅了，好吗？好吗？哥哥。哥哥晚安。我下了，拜拜。